我讲嘅都系事实。咁请问你最初派詹少游去做卧底嘅时候，目标人物系咪康胜天啊？系。即是说你一开始已经锁定康胜天是疑犯，其实你早就对他有偏见，所以当你去到现场发现詹少游被杀，心里面已经认定康胜天就是杀人凶手。不是，我当时追那个一定是康胜天。